现在的情况是在27号早上就发现了，那我们现在大概是65伤，好，那这五只我们在急救，还在急救中，那我们有给他做呼吸治疗，他的典型症状就是软翅、软颈、开口呼吸，他也会软脚，那也呼吁大家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就是帮我们注意一下附近的鸟有没有什么这些类似的症状，那有赶快通报我们鸟会，或者是我们市政府，我们会去急救，感谢大家。